哎，兄弟，这不是有家酒肆吗？哎，咱们就在此歇了吧。啊，哎，好，好，走。哎，走，快点去，走走走走。哎，来里边走。渴死我了，店家，店家。怎么这么多兵器啊？是啊，此间啊离梁山坡不远，只恐梁山贼人前来借粮，因此啊备下这些兵器。这位兄弟，这把朴刀着实不错，给你一些银两卖给我们如何啊？不行，这些器械上都编着字号，不卖。嘿，不卖就不卖，你不能好声说话啊。不是你这厮，店家，我们兄弟三人正腹中饥渴，快弄些酒肉来吃。嗯，